可以获得三阶稿子哦，金色稿子。嗯，棒球棍，我挡胶带，坚固的稿子。有人来帮我修马桶了，真好，真好，真好。棒球棍。干嘛啦？干嘛啦？有人在弄我马桶，我在丢垃圾，丢垃圾。你知道我身上有三个重要东西吗？金色剪刀、金色稿子跟 L 铁。那你怎么可以在你家的马桶这边做坏事呢？我只是想丢个垃圾啊！你家里的自己马桶丢一下就好了嘛。太远了哈，不行啊，太远了也不行啊。冲掉！哦，任务接不完，好爽哦，一直玩。哦，我到哪找其他给你啊，团团？咦，还有什么可以做的？啊！哇，警察来修马桶了。他是一个任务，如果持续跟他同一个人接的话，接到最后他会给你一个还不错的工具。哎，对啊，哦，他不像以前都只是一直给钱而已。午餐时间，加班啊，哈记牙膏哦，好，吃饭喽。我要找杰克房间。大的，我手弄点武器，好，没有问题，弄一点武器。叫我把熏的马桶堵住，没问题，没有问题，好，没问题。杰克房间在哪？熏啊！我也要堵杰克的。大家都喜欢弄马桶的呀。鱼竿201，哇，杰克你是住的多偏僻啊！欸，我在弄钥匙啊！欸，钥匙在我身上了！欸，钥匙在我身上啊！拜拜！你怎么这样打人啊？我的复制钥匙到一半，我来不及拿你的东西啊！大家出不去啊！完了！哎呦！钥匙拿起来，正要复制，就啪死掉了。我怎么知道你那么脆弱？我就是一滴血哦。你也太脆弱了吧！敢笑一下，汽水卡到鼻孔里面。哦。谁还没回房间啊？谁没回房间？我回了，我回了。我才问你躺在床上了嘞，可是在下午而已耶，躺床上要干嘛？我说我都已经回到房间了，就躺着啊。我已经躺着了。我也躺着。对啊，躺着。那他这个要到什么时候？欸，怎么会这么久？坏掉了、哦。还是钥匙找不到了，钥匙完蛋了，钥匙不见了。哎、欸，是到封锁结束吗？没有吧，我记得以前没有啊，没有那么久啊。我记得没有、啊。找不到钥匙。他其实还是很好笑。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啊？不知道，出问题了，出 bug 了。那太久了吧？看我，我要拿螺丝钉，钻屋顶呢。我已经在钻了。你也在想一样的事情哦，白痴哦、喔！有人的，我知道为什么了啦。有个 NPC 不知道为什么被狗咬，杠杠啦，杠杠哦。刚刚不知道为什么他被狗咬啊。为什么这时候？为什么他要被咬死他才会走吗？看一下啊，
奇怪，怎么那么久？刚刚回家了。我们到底在等什么、啊？等封锁结束啊！哎、欸，难道是改版后的东西吗？可是刚封锁也没那么久啊。对啊、欸，他为什么要打我啊？我没偷东西。哈？哎、欸，他要揍我哎、欸！我什么也没干，我就站在他面前而已。对啊，影月，你现在是在空调里面走路是不是？对啊。哦。有人被抬走是不是？对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有人跑到我家楼上了。解除了，洗澡喽。解除了，澡喽。前面接个任务。耶、yeah, ，跳下来了。为喵哈找到医生服。啊，是不是因为我身上有违禁品啊？不是啊，跟那个没关系。对啊，对啊。嗯，我没有垃圾丢。啊，抱歉抱歉，我在看怎么拿东西。谁打了？哎呀，你怎么乱打人啊？哎哎，干什么？你是刚刚是想打我？嗯，没有出席活动，谁没出席活动？谁？哦，我拍谁？我在冲马桶。我在冲马桶。怎样才是堵住啊？他现在已经在漏水嘞。只是啦，漏水就可以啦，漏水就可以啦。堵住了。哦。你在堵谁马桶？杰克。你是跟杰克不好啊？没有啊，有人针对杰克哎、欸。对啊，巧克力在哪里啦？巧克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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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团团，你这里有什么东西啊？哦，团团有吉他。哦，秋风学音乐的嘛，很正常，很正常。不能，不是给我的。这一次你们谁的任务是不是？你有看到巧克力吗？闪在哪？怎么打起来了？珊珊在我房间旁边。知道了。我找到铁锤了，我买到了。巧克力。买到铁锤了。我们要铁锤跟什么啊 ？L 板。L 板 ，L 板刚刚被收走了，我再去买一个。我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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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有。你在哪里？我在左上角房间。巧克力棒交给法师哦，法师哦。喵哈在哪？我要揍他。老板，然后看一下这里，铁锤、钉子跟木头，我缺钉子。钉子好像这里有，这里有，这里有，很多都有，很多都有。钉子，钉子，我在你旁边，我在你旁边。啊哈。顶板这样就可以做了，顶板完成 ，L 铁，所以我们等于说塞了箱子出去喽。对，底座在那个吧，底座在。我不是有座放进去了吗？你放过去了吗？我有放在那个小房子里。那我们现在东西都有啦，我顶盖已经有了，现在底座的 L 铁我已经为做拿到了。走啊。那就可以出去啦、啊。嗯。哼。可恶，这臭警察！等一下，这警察经过呢？没关系啦。进去，进去，进去。进去了吗？哎、欸，酱油，刚刚那边集合。开门呐、啊！发现损坏。好、啊、好、啊啊啊啊。看，看，刚刚那边集合。那个需要拉门的。哦，我记得在一楼的最右边嘛。是箱子、哦，不能按啊？为什么不能按呢、啊？有了，有了。哦，这边是大家装进去出去的啦，想起来了。对。导游。然后。等一下，那边，我看到了，我走错路了。
好。哎呦，需要一个邮寄地址啊！在我放那个房间，啊，我放开，放开，放开。我有看到哈基的房间里面有发现损坏马桶，马桶，马桶，应该是马桶。哇，还是加一颗半呢、欸。又发现损坏，为什么？什么东西损坏？不会是谁刚刚都在做坏事啊？不会是我拆的排气口吧？感觉是，哎、欸，好、哦，根本也是我的哎、欸，我刚才在玩通风口。哈基，你房间有可能哦。你刚刚也把我这边拆掉了。对，我知道刚有个红色的东西跑到我旁边来。有了。哦，完了，我们是要先回去。走走走走走，哎、啊，你那个东西都放这边哦，放那边好，地板。按到吗？按到吗？不能按，不能按。出去啊！出去啊！我门开了。没有哎、欸，你换换了换了按换了按。我刚刚看是开的、啊。玩不了哎、欸。不能按了。哇！该不会警报？可以吧？那就给他返回牢房结束吧。阿姨，他怎么突然变得好卡、啊？为什么？你那边是不是不行了？他突然变卡了，为什么？欸、真的、欸，我东西打不开。基本东西嘞？我没看到东西。我们是不是要死了？我刚丢出来的东西有没有捡到？没看到，在我身上，在我身上，邮寄地址在我身上，放看看喽。肯定有人在箱子里面放了邮寄地址。我现在这个画面变很卡，为什么？我觉得你那边有问题哎、欸，我现在打不按 C 没有东西出来。对，我按 C 没有东西出来。可是狗狗要来了。哎、欸，狗狗瞬移啊！狗狗咬人。哎、欸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吸有了吸有了吸有了啊！你死掉就好了、欸。哎、欸，音乐断线了。可是我是主机哎、欸，繁星现在是主机了。哇！对啊，你把邮寄地址带走了。哎、欸，我开嘞。不是，音乐在那，我来自角色，你再让我再邀我进去，再邀我进去，应该会直接冲。帮我开门。我要怎么邀？哦，你在 ESC 右边那边可以邀、啊。没有啊，不能邀你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有了有了。看一下，我可以直接加入吗？等一下，我怎么邀？Yes C， 然后嘞，然后右边有个人，我们的人的列表嘛。白痴哦、喔，等一下，我干爹，你叫什么 ？D 吗？你有开吗？我、哦、有了，邀请，有了，怎么突然卡了？不知道，突然卡卡的。等一下，我就要回去了 ，pass。已经加入游戏了。我裸体。邮寄地址不在我身上了。那你啊？无人的袋子，等下这个无人袋子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礼物袋这个也不是啊。请问你们刚刚有人削马铃薯吗？没有啊。没有啊。刚我是土豆王。为什么？这小马铃薯了？为什么关我屁事哦？嘿嘿嘿，熄灯，邮寄地址不见了啦！哇啦，可他会不会重置回去啊？他不在我箱子里面啊，一开始在我箱子里面的不见了，在翻箱子呗，我找上看喽，不可抗力啊！刚刚突然这样卡，我也没办法、啊。对啊，好，收箱子喽！收箱，收箱，找邮寄地址哦。我收下面的，那我收中间这一条的。刚刚满满违禁品，这里没有。杰瑞的箱子。没有。哎、欸，导游点名了没？对啊，点名点名。你不要、哦。点名是最重要的，一定要到哦。这里也没有。我在找警察。嗯、找警察干嘛？我要给他信。哎、欸，对了，那个东西会不会被收到警察的房间里面啊？邮寄地址吗？对啊。嘿。
安安，这里出 bug 了。也如果这个方式不行，我们就用直接闯出去的啊，对啊，直接捡出去啊。发现损坏，有谁啊？我没有，我才刚回来哦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警察要怎么去啊？做警察的衣服，通风口吧。红色门。我要医疗包。可是这个是红色的卡，邮卡还是邮寄是红色的吗？绿色的，绿色的。那应该不会是绿色的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又什么了？什么？又怎么了？又怎么了？为什么了？这个监狱有点大惊小怪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怎么了？刚发生什么事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只在收别人的柜子而已啊。这个我拿个吃他而已，怎么了吗？这个监狱怎么怪怪的啊？他为什么要咬我？我就拿个吃他而已，怎么了？你不准弹吉他。你是为什么咬我？为什么咬我？关我屁事。发生什么事？警察，你来干嘛？我没有东西。啊！好，哎、欸，狗干嘛也进来我房间啊？干嘛？狗狗摸摸，摸摸，乖乖狗狗，乖狗狗，乖狗狗。每次早餐也不会这样吧？会这样吗？不会啊，每次早餐应该不会啊。乖狗狗，摸一下。而且刚刚是直接就满心呢、欸。对啊，直接满心，我要削土豆了。我要削多少土豆啊？你就一直玩啊，时间到他拉出去的。嗯，哎、欸，可是我刚刚没有消眼人出去啊。感就是你没消，有没有？你硬闯出去，你 GTA 就是没有付钱把车领出来，你就硬闯出来的感觉。嗯嗯，啊，东西被抓进去的话，东西就不见了。违禁品会直接送到警察的那个柜子里面。那如果不是违禁品呢？你身上没有留着吗？我没有，身上没有违禁品啊，我就是一般物品。一般物品不知道哎、欸，没有留着的话，我也不知道他会想要收到哪边去。违禁品储藏室这一间呢、欸？啊，我们啊，我知道了。我们先做水那个吧，油漆桶做那个塔。谁在吹东西？吹东西？我刚刚听到有人在吹东西的声音。吹什么？吹啥？口琴吧，还是什么的？口琴。对。吹乐器。左上角有写，对啊，左上角有写说他既被，因为他既封锁啊，但是他既也没做什么，不是吗？这个大惊小怪、欸，我在猜可能是刚刚不是说什么发现损坏吗？但是我们心数没增加，心数没增加那个可能是 bug， 但其他增加，嗯，哦，没有显示出来，可能只剩已经四颗四点五颗星了，然后刚我们吃早餐，哦，有可能是这样子，我猜，好吧，就当他是这样吧。油漆罐哪里有油漆罐？好了，吃饭，吃饭了，吃饭，吃饭，吃饭。我要怎么让喵哈丢掉整理邮件的工作？不要让他工作啊！就是他工作的时候阻止他过去啊！对啊。汪汪你好，汪汪，我想要你身上的东西，拿不下来。我要怎么看我的任务啊？按 C， 第三个第三页面。哦，我没有找到胶带啊！你要什么东西？我要胶带。你要做什么？我要做剪刀。我有三把。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出去啦。好，走啊！等下晚上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去剪啦、啊。嗯，我们就直接出去吧。这一关拖得有点久了。工作工作，很多时间。哎、欸，现在酱油什么都要点名到哦，信心不能增加。我们今晚就要走了
好，你点名到的话，就把你给丢下来了。不行，闪闪在哪？啊，我要揍喵哈，我要揍喵哈。你要在工作这个出来之前，你要揍他，不然他知道你进他进去就打不到他了。哇！可是我还是要揍他。你就是要尾随他。哇！二阶剪刀，做一个收集废料袋。嗯，建议怪怪的，对啊，这刚刚不知道是 bug 还是怎么样吧。还缺个胶带。干嘛？我在工作，我在打蚊子。我在打蚊子。哦，懂了。蓝色到蓝色。警察干什么？很认真努力工作，好不好？我不是已经帮珊珊找到金枝画笔，他怎么不鸟我？你要任务的那一个哦，不是你随便捡一个哦。哦，是哦。对，他应该地图上会有一个类似图钉的标示。你要去捡那一个？原来锻炼，锻炼，锻炼。有我去了。对，我来看一下这边有没有人卖胶带好了。嗯，红色钥匙在哪里嘞？怎么卖东西的人越来越少，都是惊叹号啊！现在的版本是惊叹号有点多啊，以前有这么多吗？我觉得在点名之前好像都买不太到哎、欸。我刚刚很少看到有点名之前会有东西卖的，几乎都是惊叹号哎、欸。哎呦！领域时间，哇，来了，你完了。